过现在学校也一直在推广了，就是不管是眼睛操啦、健体课啦，还是什么洗手的啦。哎、黄医师，最后能不能教我们一下哈？因为你知道每年呐、啊、都有一个固定时间，什么肠病毒特别严重啦、登革热啦，呼吁大家多洗手，有一个洗手拳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中间教我这样做，请你跟我这样做。好，来好来，一二三，来，请你跟我这样做，请你跟我这样做，请你跟我这样说，请你跟我这样说，洗手二十秒，洗手二十秒，健康没烦恼，健康没烦恼，洗手拳第一招，双手合十，对，手举高，好，用力搓，用力搓，再搓，搓。然后指缝也要搓一搓，啊，指缝搓，好，搓好了吗？好了，搓好了吗？来，这招叫做，这招叫做，我是公，我是公鸡。来，请你跟我这样做，请你跟我这样做，请你跟我这样说，请你跟我这样说，洗手二十秒，洗手二十秒，健康没烦恼，健康没烦恼，洗手拳第二式，洗手拳第二式，来喽，左手向下。左手向下，右手盖在它上面，好，盖上去，用力搓，再搓，啊，记得要换手，搓好了吗？好了，这招叫做，这招叫做星星抓痒，星星抓痒，洗手拳第三式，左手握拳，哦，左手握拳，右手搭上去，搭上去，恭喜。恭喜！啊，搓搓搓搓搓，哦，搓搓搓，再搓搓啊！记得指尖要抓一抓哦，这里啊，换手，换手，搓搓搓，搓搓搓，指尖也要抓一抓，指尖抓一抓。来，这招叫做，这招叫做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。最后一次喽，好，最后一次，我们就直接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左手大拇指伸出来，伸出来，右手握住大拇指，来，用力转。嘴巴还要发出，太用力了，你太用力了，不用折断，不用这么用力，我边转嘴巴要发出，那种声音，啊，换手，换手，哎，搓好了吗？搓好了，这招叫做，啊，这招叫做，我很骑车，我很骑车，好，谢谢大家，就是这样，哇，谢谢戴老师，好，谢谢白日依山尽啊，哈，谢谢，当然呢，我们希望大家呢。重视孩子的健康啊，成长的平安啊，只要我们根据我们所有来宾分享的建议，一定可以把孩子养得很好的，好不好？谢谢锁定我们的节目啊，谢谢谢谢，同一时间继续锁定，请你跟我这样过，拜拜。哇，这个实习是哪里学的？小甜甜卫生间，敬重好清理。然后买时候找十个人买，送的那一件你就自己留下来，不要让他们知道。会的，省小钱，备情备义的家伙。小姑居然想跟猫一起洗面猫，它会便便。那便便的时候，我要把那个猫砂藏在我的那个马桶里的时候，我一想说趁这个时候我也来大个便，这就一起在猫砂里去。如何省钱，竟然能提早退休？像我这么年轻哈，我就已经在退休了。今晚八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。